我咧讲真诶啦，哈！我咧讲恁倒面都袂改，我后壁提啊啦。我咧讲句实在啦，吼！我咧讲这蒜你看啥要吹啦？吹好食，真好食，吹了我卖甲你加讲。哦，所以真好食来啦吼，是讲蒜泥本身无好蒸啦吼来，我招只用招只劲倒来，莫讲一地卖偌济，咱平常时讲一句话啦，倒甲俗一斤是300多块啦，这地我你搁开着偌济，100、100+也得唔啦，一个盖无拢200-300起条咧啦吼，我讲来啦吼，今日只要蒜泥我招恁几个倒来好无，两地要起卖600，第五啊五我招只500块来倒蒜泥，哦，小鱼500块。我咧讲来啦吼，今日蒜泥我招一块，今日就蒜泥个啦吼，煮500块蒜泥块，你要吹无？500来倒蒜泥500块，咱就蒜泥无招一500块来倒来，500，咱蒜泥无招一500块，有人要来无？500块，啥物事来啦？来，我咧讲来啦吼，来啦，今日是咧只蒜泥我招一个倒啊，好无？即3地500块，来我咧讲来，哦，4地500，我招一500块来倒来，蒜泥4地500块，你要吃无？小鱼啊，再吃500块有无？4地500，5地100，什么5地100？一尾偌济？一斤200的算，一尾才无40块，哦，两尾、三尾、四尾、五尾有去好无？我你讲，这两尾我招一个，那个300以下个我招一个，200块就好。下一只卖鱼啊，就好。第六招。八七啦，来。我你讲吼，聪明，我那一天看了我们很久以前的影片，有看到你之前就有在看。哎，我招一个镜头好无？来，这尾200，八尾200，九尾200。好不好？哦，十尾200，好，八只什么钱呢？八一啊，十尾200，什么钱啊？大只啦，你就八只啦，好。感谢聪明，感谢聪明。只有我咧讲，你食较济咧，剩咧拢送你啊。安尼啦，好不？我正常是爱收盐。好来，左右边都占满了。好来，200，好来。来，佮什么钱啊？我讲吼，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好，15尾就是200，八一啊，只来。好，我咧讲来啊。那就会十块啊！快讲来吼，快啥物钱啊？快来三来六来七来八来啦，9、10、11、13、14、15就是200块，八只啥物钱呢？100以下200块，正平好啊！爱收盐，哎，做你个收无紧，吼，200块啥物钱啊？200，好，你话十块吼，这堆200块就无一个来啊吼，无要来，我跳边啊，别忙，之前就看，可以吼，好来别忙啊，你大啦，无贵啊，100块来，应该三年了，应该三年了。来，乌龟鱼，快三年，快三年，哪还没死？乌龟要啥物食？要食就是100块，安尼好无来？我招着100，好100块，乌龟要啥物食？100好无？乌龟鱼，乌龟要100，啥物食？我才话吼，我乌龟也慢慢来吼，阿妹还没死的，我你唔爱食还没死的，我等下再生一只，等下死啊，好无甲你骗？好来，别忙啊，来来来，我你讲来啦，来啦来啦来啦，来咧，迄个大明仔是讲的，啥物啊？你讲啥？你无讲话吼？无讲话，乖，我讲来啦，来来吃蛤蟆啦，来。好，蛤蟆蛤蟆，啥物吃蛤蟆？我讲蛤蟆等于煮只蛤蟆汤，蛤蟆羹，好不好？哦，煮只蛤蟆汤袂歹啊，煮只菜粿好用啊。我讲一斤偌济？90块来，这面偌济？90、80、100，100块。来吃蛤蟆100块，来。我招一个100块蛤蟆，啥物吃？100块蛤蟆，啥物吃？100块要吃无？蛤蟆100。蛤蟆招一个100块蛤蟆，啥物吃？100好不好？蛤蟆。我阿妈才话哦，蛤蟆100块，你爱食蛤蟆无？我招一个100倒，蛤蟆100块，无吼，来我讲来，要食蛤蟆就100块来倒，卖个啰嗦啦，看啥物食，一日100倒啊，蛤蟆100块，蛤蟆看啥物食，来一些无，蛤蟆100块，
蛤蟆澳酒节一百，蛤蟆澳酒节一百，蛤蟆澳酒节一百。哇，贵！看着贵咧，还无人要杀我，啊！看着贵，真正看着贵，真正看着贵。妈，我在看到了。哈哈。哎，姐，我提一个较无同款出来，你看好无？那我只要足久无变，几落年无变啊？观众吼，这啊无，我几落年无变啊啦，我看你们是看卖的无？我几落年无变这啊啦，我来啦，观众来啦吼，我招恁几个落啦，啊，转去啊吼，虽然大声好食。我跟你讲意思啦吼，虽然大真好食，好不好？我唱你我嘛袂晓啊，我咧讲白，唱你我嘛袂晓啊吼。我咧讲啊，这叫是金线啦。啊，金线我跟你讲重点哦，太好啊！啊，当然免恁抬，只食恁真就好食安尼好不好？安尼啦好不好？来，我讲就金线鱼啦，金线鱼，贵的金线。这种太好就对啊啦吼。那我一尾了偌济？那我这金线单价不只贵，一斤300多块啦。哦，三百块，当然我讲句实在啦，这一尾绝对无一斤啦。啊，即卖量就偌济，即个量就我咧讲90-100，90-100-100-200无重要啦。我讲今仔想要食好一块熊的，好无？吼，金线鱼啊，两尾落去安尼好无？两尾我就一个就好啦，好无？我咧讲来啦，啊，三尾落去食到第三，三尾来啦，安尼好无？三尾来啦，莫讲你开300，莫讲你开200，我就一个200块来就好，啥物食？金线鱼200块，无要来，三尾200。我讲来啦，要金线来，我买200块来，我就一个好啦。只200块金线，啥物真嘞？金线是200块，有人要来无？金线就一个200块金线，有人要吃无？金线我买200。要金线，我就一个200块金线，啥物吃？200块金线鱼。啊，都好卖啊！哎呀，金线你要吃无？后壁搁一堆嘞啦，袂见提出来尔啦。来咯，我讲吼，歹势，爱落金线人要食，无少一片倒。安尼好无？来，我讲来，伊说久无卖啊啦吼，即五百200块包要插偌吼？金线太好个，咱讲真个啦吼，五百200块金线包要食吼？来，我讲来，今仔有想要食金线，我少一片倒啊，五百200，剩了我包甲你加讲啊。安尼好无？我讲六百200一个来。吼，六百200来，食较济嘞啦。安尼讲八食较济嘞啦，吼来，七百200一个来，要食歹啰嗦，七八百啰少少点，你200下倒来，金线来。好，一、四、六，好来，八百就一个200块金线，啥物整起来200，金线是200块来买200，太计数也唔重要吼。一、四、来，六，八百就一个200块金线，啥物食来？金线要食就一个200块金线，啥物整嘞？200块金线，来食大只来200，好来，来。一、四、六，来，好，再买就一200块金线，想要吃啊？来，大来200，来，大金线鱼的无？来，一、四、六，来，再买就一200块金线，想要吃嘞？200块金线，搁想要吃啊？金线鱼200块，来吃金线的无？200无啊？金线200，买啥货啊？好，200块金线，买来，来，我搁想要吃的无？我讲一、四、六。第二就是200块金线，搁啥物整嘞？200块金线，金线用煎的，有没有无？金线我就是200。哦，弄只台啦。无咯。台好啊！我讲你讲你装台好啊！来，一、四、六。这要吃啦。八，这就是200块金线，无啊？金线是这就是200，啥物吃的啦？无卖房，镜头卖拖皮啦。金线这就是200块，有来找我的无？无咯。金线这一个200块吼，金线啊，好来，来，啊这个白叶好啊，白叶好啊，我讲来，我讲好，来啦，来了，后边搁什么个担当的无？啊，我阿姨来啦吼，我搁什么炊来？吼，我阿姨啊，当然用炊好食，用炖的好食，好不好？炊好食，真好食，剩两万搁几讲好不好？好啦，要食几啊来都见到人我去啊吼，所以讲伊手艺我也袂歹啦吼，完全拢无是倒一斤白粉尔，我食几啊来都来看啥物食无，莫我一尾了偌济，130-150，我就较用会倒来，两尾有去安尼无，好我三尾就食来啦吼，三尾有去莫我开800-700-600，好无？500-400，我就食300块，我是啥物炊来？我来我就食300块，啥物食啊？来，好，今仔我就食看啥物食，一斤白倒来，我是300块啥物炊？我是300块，来食我来无？300块。我300，
冇用，过来。我讲吼，要食公鸭就一块钱，要食公鸭鱼，要食个肥的啦，好不好？我就一300块的公鸭鱼，想要吃300块。那要来无？要300块一个啦，要吃个啰嗦啦，镜头啦，我来啦。我讲来啦吼，要吃个公鸡块都就值300，都300块啦。我食公鸭鱼无？300，什么来的啦？公鸭鱼啊，来吹无？公鸭就一300块，来吃无啦？公鸭200啦。公鸭。两百。万卖，我卖房卖啰嗦，300。公鸭。我啊300块，无啊！豆拍拍鱼啊！来，这豆啊鱼，我啊啦，豆啊鱼差济，我啊啦，豆啊鱼，这咪豆啊鱼啦，今仔刚7死，七死，今仔刚7死，今仔刚7零八死，明仔载啊，好，明仔载啊，好，明仔载七死啊，不要讲啊吼。来来来，这两天过七夕，这边现场都波波妈妈还有在过七夕的。你好，是讲七零妈死，咁唔是爱拜，是讲虽然爱拜鸡酒，也未算拜啦吼。我讲真个啦，拜鸡酒拜米糕啊，咁唔是。我讲来啦吼，下年我想要食下年啦吼，炒饭炒面炒米粉包水饺包米线好食，包下年啦。要食我都开下来头，一斤卖偌济？我咧龙岩，300块、400块、500块、500块、400块，我就食300块来，都300块。哦，300块，我讲唔来啦。现在食鱼，我就食300块，现在食300块，要食三百。好，现在300块。300。哎，现在300块，什么价？也高了，也够高了。现在300块咯，你想什么价？他想买黑鳞的啊。啊，300块，你想他想想买黑鳞的。啊，这黑鳞这不行吗？不行啦吼，这有行黑鳞啦吼，来，300块，什么价黑鳞的？